等 security 的东西，等超级久。都是 Dunkin。我记得我的 gate 要走超级久，所以我大概7点一定要开始走去 gate， 我怕我会来不及啊。这个爆米花我已经在那边买了，我再看一下，啊，原来就是这个Chicago 的城市瓶，好漂亮哦。永涵跟我说有城市杯，城市这个叫什么罐子，然后嘉怡跟我说有紫色的罐子，结果是紫色的城市罐子。我刚在机场又有看到那家爆米花，所以就买了，漂亮。虽然好像拍不太出来它是紫色的。芝加哥的袋子。我大概8:20左右要登机，现在7:40，想说可以看一下商店。我现在整个超级渴，等一下上飞机希望可以赶快给我水喝。哦，这跟芝加哥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看一下这个多少钱，8.99。突然觉得学校的那种东西都好便宜。这个零食我没兴趣。好药跟电子产品，还有大袋袋。这个还不错啦。就是其实只是写了一大堆芝加哥，但是就很有设计感。我们来看看价钱哦，29.99，跟我这顶帽子一样钱哎，差不多啦。这个好花哦。还好。哇，我会不会买太多马克杯啊？这个是大豆豆，这个小小的超可爱，这比较轻。这个比较大，等一下这个太瞧得起我的身高了吧？这个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这边有，跟我开玩笑，还是这背面就耍不一样不一样？还好没有跟我开玩笑。但其实这个感觉好像就是玻璃里面夹一张纸哦，质感不行。还有什么吗？这远远看觉得很有纪念价值，近看以后觉得好廉价。下面的也差不多，这个芝加哥的也是。我记得往前走还有一些纪念品店，更多衣服。我在路上看到超多人戴芝加哥旗子的帽子，不知道几场有没有。这样变成我要继续往前走，哎，就会离我的 gate 越来越远。因为我记得往前走好像有那个更多纪念品，往后走我刚看起来都只有 gate 而已。我今天中午在芝加哥就有吃这间，我一直在机场看到，哎，然后听说因为这家好像就有名的甜甜圈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好吃在哪里。这边可以换钱哎，哦，没有人。太尴尬了，这感觉有更多纪念品，我这应该就是看到这里吧。
为什么大家都有带一个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，像奖牌一样的东西？这个设计感比较好一点，可是大红色、大黑色，我实在是不太敢戴。哇哦，这个盘子，实际摸以后有点轻。哎，这个不错看，这个蛮好看的。我很好奇要多少钱，22块，其实不贵耶。这是 China。OK， 傻眼。伊利诺西卡狗，这有点重量，这蛮好看的耶，21块，其实不贵耶，这么大一个21块，这也21块。这个小杯的好可爱哦，10块，十块其实是300块，300多块，看到10块觉得好便宜。价值观崩坏。我这有重量哎，14块，其实不贵哎。好可爱哟，好好摸。20块，哎，娃娃果然在哪里都比较贵。这个丑的有点可爱，不好意思。Delta， 可是我不是坐 Delta， 好可爱哦。23.99，超可爱的。彩虹熊，这个28块，鼻子好粉，好可爱。这个上面有很多芝加哥的那个披萨，这个是 Navy Pier。这个芝加哥的旗子 ，My name is， 这可以自己写 ，I was born， 这可以送小孩。可是我表弟妹都没有小到这个程度啊，这好可爱哦，这真的是送给小孩玩的，不是玩啊，喝水的，14.99块。芝加哥的 taxi， 哎，有重量哎，13块。哦，好可爱哦！这都是给小孩玩的，狗狗我还好，他们真的很喜欢棒球，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世界。球类我都不知道，这个是不是很有名啊？我觉得我好像在哪看过。他们好多棒球啊。16块，我真的是很有拿反的本事哎，怎么拿都反啊！这个从外面看会有不一样，我看一下好了，有这个包包其实还不错哎，哎，可是有点太大，63块。现在应该还没有7点。哇哦，这还超级轻哎 ，The Windy City。看一下价钱，16块。哦，这个金的不错。Chicago， 11块，其实不贵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枪哎。太酷了吧！9.99，然后这个有钱钱哎，
这是8块。这家的东西比较有质感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芝加哥所有有名的东西都有，28块。这个是彩色的，这很可爱，但感觉超级重，21块，其实很便宜，一直觉得很便宜。这个皮的还不错，它玻璃杯就只是普通的玻璃杯，41块。啊，我好喜欢酒壶哦！哎，这个酒壶是有弧形的。嗯，这种超可爱的 Chicago， 刚多少？11块，其实不贵。现在挑选对我来说好难欸。哦，正反面不一样，这个好帅哦， The Windy City， Welcome to Chicago， 大豆豆，我们没有去看，因为听说在整修。然后这边是 Police Tower 那附近，欸，这个我不知道欸，11.99，我可不可以到时候请我同学帮我买？我还是要犹豫好久。哎，这个也很可爱耶。这个有一种那种肯定会卖的东东，就旁边有这边，13块。我真的价值观崩坏，我觉得好便宜。这个扑克牌也太金光闪闪了，13.99，我觉得价钱应该都一样。这也是13.99，不是，欸，这13块。衣服我反而还好。大豆豆我也还好，Chicago 的西铁，可是西铁好没用，欸，这不能赚的。热狗，芝加哥热狗我吃不懂。哇哦，好 bling 啊！这个多少？这个11块。但这里的吊饰看起来稍稍廉价。我们换下一个，我看一下现在几点，快7点。哎，这个是6块，6块。这个有芝加哥周期，好像都是6块吧，它价钱好像统一的。嗯，这感觉也没有芝加哥。这个是桌布，芝加哥的桌布吗？19块。哦，好重哦！我怕我买太多玻璃会破哎。这个7.99块很便宜，这个好重，12块还是很便宜。这个马克杯有点太大哎，颇有重量，21块。怎么办？这个太多东西了，我不知道买什么。哎，好多明信片哦！等一下，这个是梵谷的芝加哥，他有写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哎，价钱呢？
没有价钱啊，这可以转吗？不行。哦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橙色方式啊？不能转，是要我从夹缝中求生存吗？这个衣服，都没有芝加哥帽子啊。这个我没有很喜欢，看一下外面。哦，我真的好渴。I love Chicago。芝加哥是真的一个不错的地方。这个是有凸凸的，白色的地方有凸凸的，21块。他们真的很喜欢做球哎。这个比较轻，16块。Special price, any purchase 15.99。I love Chicago。选那个芝加哥的礼物实在是太难了，我觉得那个爆米花最好选，但爆米花也不是拿来送人的，还是星巴克比较好送人的。芝加哥东西还好，毕竟我也不是在芝加哥念书，我只是来芝加哥玩一下而已。我今天穿的是那个芝加哥大学的 T 恤，不是 T 恤，大学 T。这个颜色超级低调，因为不是芝加哥大学的那个经典的红色，暗红色。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帽子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帽子非常好看，但我今天还没有戴。我刚刚特别走，离我的 gate 超远。我刚刚明明来的时候是这里，但因为我想说看一下纪念品。因为我一开始，我来芝加哥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纪念品，想说看看有没有可以买的，但实际近看以后发现，感觉蛮便宜的，但是看起来有点廉价，所以先不买。我反而觉得那个芝加哥那个爆米花比较有纪念价值。刚我本来以为那个，可能我那天出来急着拿我的行李。没有仔细看好，就我没有发现它其实是有店面的，我只看到它离出口很近的地方有小小的摊位店面。我那天在芝加哥的时候，那个有点太匆忙，因为在想说到底要点什么爆米花，所以太紧急就什么都没有拍了，一点点可惜，但也还好。它那个蛮好吃的，我没有吃我自己买的，我吃我朋友买的，各一颗，因为我们都是买 mix， 然后我自己的因为装在罐子里密封的超级好，所以我就先不拿出来吃。然后有一点没密封的是因为我要送人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偷吃。芝加哥的帽子，芝加哥大学的帽子，还有衣服。我觉得它这个洗手的很酷哎，它中间是洗手的，但是它的水温有点一下冷一下热，不稳定。然后这个是我不想再用一次，我刚刚洗过手了。这个是泡沫，然后它泡沫是绿色的，然后这个是烘干的，烘手的。它其实有点想要用绿色的，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多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绿色的，看得出来吗？哇，我再洗一次手好了。
但这个水真的很烫啊、哦，太烫了，不行，换一个。这个好一点哎、欸，没那么烫，可是它就会冷热冷热一直交替着，我不知道它这样的目的是想干嘛。我烘一下手看看。好酷哦，它烘手是冷的耶。刚前面 M1 到 M20 级比较长得比较普通，这里看起来超级高级，不知道是不是新盖的嘛，毕竟这个机场超级大。连椅子都很新，还可以放杯子啊。这个地方是可以走的吗？没有在动、啊、有点懒得走路的说。这边装置艺术，好看，我现在整个渴到不行，喝那个奶昔实在是太腻了。我希望上飞机可以赶快给我水喝，我实在是不想买一杯矿泉水上去，而且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矿泉水，应该可以吧，都可以卖了。这个我之前出来的时候有拍过，那个这边就有爆米花，这边有包装好爆米花。城市罐，刚刚超好笑，我买的时候那个店员还蛮亲切的，然后他直接帮我按 no tips， 我确实是没有很想给 tips 啦，但他自己帮我按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飞机 delay 等了超久，我都有空把隐形眼镜了，然后还可以做完今天要做的东西，还可以继续滑手机。